主料：黄瓜500克，辅料：蒜、盐、白糖、醋、香油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黄瓜洗净去皮，用刀将黄瓜摊破，再切成小块，将蒜剁成蓉，放盘中，加盐、白糖、醋、香油、鸡精和辣椒油。烹饪技巧：黄瓜也可不去皮，不吃辣的就不要放辣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